大家好，我是曹师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苹果十二的一个拆机视频。取屏蔽罩、取螺丝，大家已经很熟悉，我们注意一下螺丝的大小位置就可以了。屏幕取下来后，用高温胶把面容保护起来，再拧下主板上其余的螺丝。为了不影响客户对 iPhone 十二的用机体验，我们把后壳进行贴膜保护，屏幕也进行贴膜保护，这样就能保证手机的外观不受损坏。拆主板之前，要把主板上面的各种排线扣子取掉。值得大家注意的是，这里还有一颗螺丝，这样主板就可以取下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曹师傅的，帮曹师傅点个赞好吗？